孟加，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城市里面的问题，包括它的文化，包括它的基础设施，包括它的建筑，包括它的周边的环境的这个连接。那这个问题的解答的方法需要有方方面面的这个完整的思考，而不是很简单的片面式的来提出一个答案。因为我们的学员呢，很多都是在中国大陆，在东南亚，然后有一些从国外过来，我想对他们最大的冲击就是他们可以去重新去看，就是说一个规划师，一个都市设计，一个建筑师，他的一个使命。这个地方当然就是说不是这么简单，在一个星期内你可以去了解认识，所以我们也透过一系列的演讲，我们也请了一些老师、一些教授，还有一些文史工作者，我们希望说透过一系列的演讲，然后包括他们自己去现场去观察、去体会，真正去认识说这个空间人跟人生活之间的关系。所以我想对我们很多学员来讲，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。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两件事，第一个呢，就是说我们希望借着这个训练工作营呢，对我们员工的一种态度的再一次的培训。这个态度就是说，我们在提供我们专业服务的时候，结果是很重要。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过程的话，你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我们在挑选一些比较年轻的学员来的时候，就希望说找一个题目越复杂越好，要考虑的因素越多越好，然后把他们在一个很短的时间让他们去吵架、去冲击，让他们去理解到最终产生这个一个答案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是用采取哪一个平衡的方式，把每个专业的问题能够都考虑得到。你可以在五天里面，也许前四天你可以铺天盖地的去思索这个问题，去找各式样的答案，但是如果你在最后一天你不能把你这些展开的思绪收拢回来，结合起来，在最后的这个30分钟里面跟你的这个评图的老师或者跟你的业主做一个完整的陈述，那其实你是失败的。我们都必须有一天站在业主的面前，我们必须要很短的时间内卖掉、推掉你的一个案子、你的一个想法。如果业主不买账，你的设计再怎么好都不可能会发生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专业上最缺乏的是一个 presentation 的训练。那我觉得在这一方面上，尤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如果没有把这个环节顾好，我认为全部的努力都会是白费的。对我们来讲呢，我们已经持续的在做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得越来越成熟。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每一年都是新的学员，当他们完成这样子的一个所谓训练营之后，回到他们的办公室，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，或者回到学校的时候，能够有一些新的启发，有一些新的这个做法。